蓝舌头了，给阿姨看。哎、欸，蓝牙齿，蓝舌头啊，变史莱姆颜色了。看到吗？农民，你现在去做什么？那还是我。去哪边玩？爸爸可以去吗？不行，那个小超市。什么东西？超过100公分。爸爸可以蹲下来进去啊，像企鹅一样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呢？人家会知道了。哦，是哦。因为你要觉得。都小，大都小，小都大。谁给爸爸一个吗？看你的舌头。也变蓝舌头了，变蓝舌头了，给阿姨看。哎、欸，蓝牙齿，蓝舌头啊，变史莱姆颜色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帮你拍照，变蓝舌头。蓝舌头，蓝舌头。哎、欸，已经没有什么蓝了。你偷吃是不是？你想偷？你嘴巴给爸爸看，有没有偷吃？没有。哎。那一年的糖果啊，就是糖霜可能会掉下来。等它干了，要等它稍微等它干嘛。小猫咪，小猫咪，小猫咪。一颗给我，小猫咪一颗给爸爸，一颗给爸爸来，谢谢。沙沙的样子啊，如果它看起来还是湿湿的，就代表说它还没有干哦。你在干嘛？然后等一下，湿纸巾可以打开来用。那它的包装要留起来，等一下我们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哦。好，那我给妈妈。